没有录影，所以你要站在这个位置，才录得到你哈。要站在这里哦。各位评审，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独家报道，我是一号主播。今天我要为你们介绍的书是《世界上最棒的蛇》。这本书是在告诉我们，其实蛇也有温柔的一面。本书的蛇克里克多，它不但热心助人，也喜欢小朋友，还会帮忙抓小偷呢。镇里的人都很喜欢它。说到这里，就让我来说一说这个有趣的故事吧。在法国的一个小镇，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名叫波特夫人。有一天，她收到一个形状特别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条很长的蛇。后来，波特夫人将它取名为克里克多。波特夫人在一所小学教书。有一天，波特夫人带着克里克多到班上去。克里克多很快的就学会英文字母，也学会算数学，他变成一条很聪明的蛇。有一天，波特夫人带着克里克多到镇上去，他们听说镇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偷窃案件。当天晚上，小偷就闯进波特夫人的公寓。后来，克里克多刚好醒来，他将小偷紧紧缠住，直到警察赶过来。后来镇长颁给他一个英雄勋章，也有人为克里克多塑造了一座荣誉雕像。从此，克里克多和波特夫人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这本书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如果想知道更多，请看《世界上最棒的蛇》。谢谢大家。时间2分04秒，扣2分。二号，最后一天的晚上，母亲对孩子们说：“这就是。”
介绍到的这本书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西方经典名著《小妇人》。这本书主要描写马奇一家经历的战争、父亲离家从军等一连串变故，四姐妹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在母亲爱的教导下，逐渐成为真正的小妇人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作家奥尔科特。其实这本书有着半自传的性质哦，因为剧中的主角乔是四姐妹中的老二，也就是奥尔科特自己的化身。乔的个性暴躁且举止粗鲁，但是却十分的热爱阅读与写作。四姐妹中的长女叫美格，个性得体而大方，向往浮华的生活。老三贝斯虽然害羞且体弱多病，但是却乐于分享帮助别人。艾美是年纪最小的，所以总是仗着姐姐们的疼爱而任性自私，但是她也很喜欢打扮、艺术与绘画。马奇家四姐妹性格都不一样，也都各有优缺点，但是她们在马奇太太的引导下克服了自己的缺点，成为更成熟的人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吗？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看到马奇家四姐妹可以互相作伴，一起读书学习、玩耍或争吵，即使是平凡的小琐事，都能让生活充满乐趣。读了这本书，让我觉得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，得到很多正面的能量。只要跟着书本走进马奇家，就会发现许多关于家庭和爱的秘密哦。我是独家主播林佩琪，谢谢大家。时间3分36秒，不扣分。告诉他，他又再也不能跑市区了。于是，他被开了一条好远。
那时一定也会像我一样，上的这本是介绍交通工具火车的书。当你翻开第一页往下看时，你的心里会从平静、紧张、难过、失落，重新拾起希望，又搭乘云霄飞车般的大行大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永久号的故事是以编号9633的蒸汽火车为蓝本所创作出来的。9633不仅能在日本京都市下地区的梅小路蒸汽火车博物馆，我猜你现在已经想上网 Google 了吧？怎么吧？找出这本书来读读，你会喜欢永久号的。以上是 SNSN 记者的播报，李奈的连线报道，谢谢大家。时间2分58秒，扣一分。4号请上台，6号请准备。
吃的青菜给小鳄鱼吃。有时候是青江菜，有时候是大头菜，咯吱咯吱咯吱。还有小鳄鱼最爱吃的高丽菜，也是我最爱吃的菜哦。有一天，村子里来了一位医生，帮大家检查身体。有的小朋友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声，有的小朋友便便大不出来，只有小鳄鱼的肚子里没有胀大，也没有怪声音。原来是小鳄鱼爱吃青菜，肚子里有很多绿色小精灵，把化石都赶光光了。爱吃青菜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！大家一起来吃青菜吧。隔壁的张妈妈也煮了空心菜、丝瓜和青菜豆腐汤。所有的妈妈们都煮了好吃的青菜给家人吃。吃了青菜的小朋友都做梦到自己变成强壮的绿色小超人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我的阅读心得是：小鳄鱼爱吃青菜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吃青菜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哦。吃青菜不但可以一防癌，二抗老化，三还可以减肥呢，四是最重要的，可以促进肠子蠕动，还可以预防便秘的发生。吃青菜有很多很多的益处哦，大家一起来吃青菜吧。吃青菜可以变成健康的绿色小超人。谢谢大家。时间2分50秒，扣1分。6号请上台，8号请准备。希望世界都能好。以上五个问题，如果你
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轩轩新闻台。